可怜的车顶坐了一个人啊。就是幸好停那了，他也不会修了啦。也不会修。那上面有三个人站在那里待救，这样你也看得很紧张哈。因为下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已经车子买多久了？快一年多吧。就昨天刚好有位置然后就停了，停一个晚上。下来的时候已经烟很大了，然后过一下就看到他跳在我车上，然后就看到他送走。就是幸好停那了，也是算救了他一命。可怜的车底救了一个人啊。有考虑要修还是什么吗？他也不会修了啦。也不会修。